好嘞，假设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区域，其中有两个地方呢是你疑难杂症的点，三个好了，啊，先把它排在一起比较好看一点。你可以画 N 个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先做一件事情，我画一条线啊，我拿刀子啊，沿着它想把它切过去。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把它切了？啊，切的时候要干嘛呢？我们做两个积分。第一个积分呢，由这边这样绕，这是下半部嘛，哈、哦，叫 UC， 叫做 L 哈 ，lower C 叫 lower 一，绕到这边之后呢？我这样绕过它 ，lower 二，啊，这一二三，啊，没关系了哈。然后呢，再跑到这边来，这边叫 lower 四，这边又绕过它 ，lower 五，又继续跑这个段 ，lower 六，好，这边又穿切过来 ，lower 七。然后又继续跑到这边 ，lower 八，最后又绕回来了。我可不可以做这个积分？当然可以啊。所以我要是做一个这个积分，lower circle， 你告诉我这个积分等于多少？零，因为呢，它本身路径以及里面所包含的地方，通通都可解析。它是不是等于一大票东西，对不对？第一个 LC DZ 我就不写了，第二个 L1 L2 哦，这个我怎么编号怎么跳了一个哈？来通通把它改回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OK， 然后呢，上面这边呢也是一样啊。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路径是这样？这个叫 up U C， 跑到这边之后呢，它绕过来 U 七，跑到这边之后呢，它绕个圈圈积分过来 U 六。再继续走 U5 再绕过来 U4 再继续走 U3 再绕过来 U2 最后变成 U1 然后又绕回去了，所以我也可以写另外一个积分 Upper它也是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就等于什么 UC 七 U 六 U 五 U 四？哎，我应该写的顺序跟它一样比较好。反正大家都按照顺序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然后我让它相加，零跟零相加永远都等于零啊。LC 加 UC，LC 加 UC 是不是最外围？假设外围的这个呢叫做 C， 它是不是有第一个出现 C？ 一的这段你是这样记进来，上面这个是记回去，两个完全一样的地方互相消掉。二的地方呢，你是顺时钟绕，绕到这边之后呢，变成上半部的顺时钟绕。但是我们喜欢逆时钟绕啊，是不是？我可以把它写成为减掉 C
兔是吧？啊，这个取得实在是不是很好哈。一二三呢，我应该就用不同的 C1 C2 C3， 没关系啦，现在先写 C2 好了。OK， 再来呢，这一段呢又互相抵消，到了这一段呢又刚刚好。跟逆时钟的相反，那这段又互相抵消，这段又跟逆时钟的相反。所以最后面呢000都不见了，就变成这个都是负的。我把这个摆过来，那是不是就可以等于这两个，对不对？那这是等于二派 i b 1，谁的 b 1？ 第哪一个点的 b 1？ c 2是第三个点的 b 1。反正 b 1是谁的？第三个点。第二个呢 ？b 1谁的点？第四个点的 b 1。再来呢？第一个点 z 等于一的那个点的 b 1 z 等于零的那个点，反正就是等于 summation i 二派 i 乘上 summation n 一 n 就对了，就解决了嘛，就把它三个分别做完之后加起来就是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变得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。 OK， 好，请大家呢务必要记住。所以呢，你看看，假设我们同样的题目啊，同样的题目，跟下面一样，它在负四的时候会有个 pole， 等于一的时候会有个 pole。所以假设我有个 c 呢，包含住它们，请问一下。它这个时候的积分会变成什么？等于什么？等于分别做嘛，二派 IBI 两个都要相加，二派 I 就相当于直接写，第一个是负八派 I， 再加上第二个负四派 I， 答案等于多少？负的十二派 I， 解决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喜欢复变，是因为他教我们积分，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在玩积分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呢，就可以把它解决掉。好，再看看，再一个例子好不好 ？C 是在 z 等于二分之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先搞清楚它有哪几个点是奇异点 ，tangent。在什么地方发散 ？Diverges at 哪边 ？z 等于多少？什么地方 ？Tangent 是 sin 除以 cos， 所以 cos 等于零的地方就是那发散哪边？二分之派的奇数倍，对不对？二分之派，所以我们有正负二分之派，正负二分之三派，这样一路下去。z 平方减一，是不是变成为 z 减一 ，z 加一？它的奇异点是哪两个点 ？z 等于正一跟 z 等于负一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画一下。正一负一，正一。负一，二分之派是多少？三点一是一六，除以二是1.507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点，二分之派，然后再二分之三派，二分之三就1.5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二分之一，再加上两个，应该是它的，再加上1.5，假设是在这边。所以这边也有二分之派，
负的二分之三派，这些地方通通都是它怎么样发散的地方。它现在沿着一个圆圈圈半径等于二分之三，二分之三呢刚好比二分之派小一点点。哦，你告诉我，它只包含住哪两个点？正一跟负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呢答案会等于二派 i 乘上 b， 有几个 b 就通通把它加起来嘛。第一个 z 在等于正一的地方，第二个 z 在等于负一的地方，就是答案了。你只要把这个算出来就好了，容不容易算？第一个我们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形式可以写出上下两个，对不对？下面的这个呢刚好在你奇异点的地方通通等于零，就是它分母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求第一个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呀，先把你感兴趣那个奇异点消掉，之后 limit 逼近你到那边，这里面呢z 等于1的就是它，感兴趣就是它，所以把它消掉之后啊 ，z 加1变成在分子，所以上面是 tangent 1， 下面除以2，二分之 tangent 1，再加上 z 等于负1是这个，消掉之后负1变成负2，对不对？负2呢上面是负1，负的二分之一 tangent 负1，告诉我它等于多少？等于 tangent 一 ，tangent 是 sin 除以 cosine 嘛 ，sin 是 g 函数 ，cosine 是 o 函数，所以你把 z 变成负一的时候，只有 sin 会变好 ，cosine 不变好，所以 tangent 的负一就变成负的 tangent， 对不对？负负得正嘛，所以呢，答案等于多少？二派 i， 二跟二消掉了 ，pi i 个 tangent 一，答案跑出来了。好，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好像也没什么好玩。等于你要积是积一个负变，但是我们有多少积分跟负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哎，那那时候我们要怎么办？好，现在有一题例题呢，请问一下这个积分等于多少？这个积分好不好算？看起来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只是一个 cosine 放在分母的地方，前面是根号2减掉它，好像很简单，但是怎么算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算它？我们知道 cosine 的积分，知道 sin 的积分，但在这边这要怎么算？所以简单的东西看起来突然间变得很复杂，好，不晓得应该怎么办。但是教负变教了这么多，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开车开到一半碰到前面三奔，你要干嘛？把它穿过去呢还是绕道？当然要绕道。那我们就把地图翻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学过很多种地图哦， OK， 很多种这个很棒的这个地图，你要拿哪一张？有经验的人就会翻出复变这一张地图， OK， 好，我们看看怎么变， OK。所以第一个呢real integral，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叫 real 的第一种。假设我们有个积分，里面的函数呢是由 cosine 跟 sin 来组合而成的，而且是对着 theta。记住哦，这个 f 必须要是个什么 real 的 rational number。Rational function， OK， 也就是说本身是要是个合理的函数。那我们知道 sin 跟 cosine 啊，其实跟 z 当中啊有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以前说 z 是什么， z 不就等于 x 加 iy 吗？
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这样子，记不记得？假设你是半径等于一的，那就更简单了，那就是这样子。哎，那你记不记得 exponential I theta U 的 equation 可以写成什么？cosine theta 加上 I sine theta， right？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假设是 cosine theta， 可以写成什么？二分之一 exponential I theta 再加上 exponential 负 I theta， 对不对 ？sine theta 可以写成什么？两个相减再除以 2i， 是不是？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啊，我能不能利用这种方式把 cos 变过去？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假设我把 z 就 叫做半径那个一的这个东西，这边是不是可以写成为二分之一 z 再加上 z 分之一，是不是等于二分之 2i 分之一的 z减掉 z 分之一，哎，看起来 z 就跑出来了嘛 ，right？ 那这样子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cosine theta 把它写成怎么样？二分之一 z 再加上 z 分之一 ，sin theta 写成什么？二 i 分之 z 减掉 z 分之一啊。那我们在这做的过程当中，始终把它当做一个半径等于一的。那我这个零呢，也就是说 z 呢是等于 exponential i theta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 d z 除以 d theta 会等于 i exponential i theta， 所以 d theta 的积分呢，是不是会变成为怎么样？ theta 的积分颠倒一下变成 i z 分之 d z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们的上下限不是零到二派吗？在我们这个状态下面，它刚刚好等于一个什么呀？一个 z 等于一的 circle 积分。所以假设我们可以这个样子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一样画葫芦啦。因为 cosine 怎么样？会等于二分之一的 z 加上 z 分之一 d theta 呢 dz 除以 iz 零到二派，就变成一个 c 是 z 等于一的路径积分。那么我们上面整个就可以简写成 c 等于路径积分 d theta dz iz 除以根号二，减掉二分之一乘上 z 再加上 z 分之一。哎，我们立刻把它转换到复变来，稍微整理一下。我们一发现呢，我把 dz 写在后面好了。这个函数啊，在两个地方有奇异点。假设把这个叫做 fz。fz has two simple poles， 第一个 z1 在哪边会有个第一个 pole， 根号二加一，第二个 pole 在哪边，根号二减一，所以就代表着说我们的坐标呢，根号二加一 1.14加一边 2.24 多，大概在这边 z1， 对不对？根号二减一 1.14 是 0.4， 大概在这边 z2， 然后我们积分呢是绕着一啊，你告诉我 c 值包含住谁？所以这个积分
我把最原始的写一下。No。我把这整个的负的 i 分之二的这个积分，它是不是就可以等于负的 i 分之二？然后求取它的 residue， 对不对 ？residue 是什么 ？fz 的 residue 在哪一点呢 ？z 等于根号二减一。哦，还要乘上二派 i。二派 i，sorry， 重写一次，写漂亮一点。二派 i 乘上它的 residue， 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怎么算？这就看 fz 嘛 ，fz 一看又可以写成分子跟分母 single pole 的形态，所以我只要先把那个 pole 杀掉就好了。现在是根号二减一啊，是这个是它的 pole。所以乘上它之后它就不见了，然后把 z 逼近到那个 pole 的位置，它是不是会等于 z 减掉根号二减一， z 会等于什么？根号二减一减掉根号二减一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变成什么？负二，对不对？负二跟负二杀掉，I 跟 I 杀掉，答案等于多少？二派。答案就等于二派。哎，这样子就变得简单很多。好，那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，我们再想想看，下个问题我今天不教，我只把它引出来，大家思考一下。你要怎么办？假设有个积分在时空间很难积的积分，我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复变的转换地图，把它转换到复变来，那让我们就变得非常容易积分？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？打一个比方 ，Type 2，假设有个积分是。实数的积分，然后呢，从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。打个简单的比方 ，example， 这个怎么办？好，记住哦，这个里面呢并不是这么直接，这里面还可以分出不同的等的类型出来。但起码我们先想想看，这个你要怎么办 ？Type 3。好，假设有那种这种形式的，有那种形式的，我能不能把两个结合起来呢？一个 f(x), 一个 cosine 的 s 乘上 x， 或者是。sin 好了，怎么办？这一种呢，有个要求，你看看呢，它的积分，因为它是实数，它也是实数嘛，相当于整个积分呢，假设以复变眼光来看，它都在实数轴上面跑，实数轴上面跑。现在要求实数轴上面啊，不包含哪一点呢、啊？是让它发散的。我们这边要怎么办？OK。那么当然第四种状态也是一样，只不过它是有限度的积分，而且会经过某些点让你发散，比如说它就是 z 分之一，它就要经过零点，那你怎么记？那到了那点发散呢、啊、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做？好，这些呢大家思考一下，先不要看课本，先忍耐，不要看了、哦、一看课本就
破功咯，对不对？不是破功啊，而是课本就讲这么简单吗？这还用看吗？看完之后就有这个感觉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值钱了。记住哦， idea 是最重要， idea 是最重要。你怎么把一个复杂问题用简单的方法把它解决，这就是伟大的地方。还有你们现在去看那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，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还好哈，那起码不难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一出来全世界轰动呢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呢？啊，问题就在于此，好不好？大家思考思考看看。假设呢，想不出来，试过了，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，很想要知道答案，那那个时候你再去翻吧。OK， 记住哦，因为它太简单了，啊，它太简单了，所以你一看呢，你马上就可以理解。